Hello， 这期我们来吃一期童年回忆美食，有老奶油蛋糕，还有从小吃到大一定要推荐给你们的烤肠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吃吧。我们先来吃一个花篮蛋糕，这个真的充满小时候的回忆。是小时候的味道。这个烤肠巨好吃，你们一定要去试试看。我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，它是喜旺儿童大块肉烤肠，它是纯肉无淀粉的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先来吃一个。怎么会这么好吃？真的只有肉，再来切个这个白脱奶油蛋糕。去加入一盘芝士，好了，这些我们就吃到这边了。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你们买这款烤肠试一下，它真的非常好吃。我看一下它的配料表，就是只有猪肉，非常的干净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吃，你们可以去买来试试看。那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巧克力千层，都化了。
咖啡千层蛋糕。